那我们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南本无本师释师释迦迦牟尼佛。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南本无本师师释迦释牟迦牟尼佛。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师傅好。那我们就接着我们上个星期的课程。那我们现在是在导师的讲记啊，《大乘起信论讲记》的第五章，也算是快最后了啊，因为第六章算是劝修的，劝人修行，还有讲他的功德了哈，那比较有多义理的部分，第四章是最多。那第五章主要是在说明什么升起信心，所以在第一节标列就是说明要所修的行，那升的对象是升起信心。那第二节就说明所修的信心是哪几类哈，主要还是以信三宝为主。不过本论呢是强调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那也就是所谓的真如如来藏，因此呢，就将信法的功德、信法可以依法修行得解脱这个部分呢，又别立出来的所谓的信真如、信根本啊，就我们都有所谓的真如法性，或是清净的这种潜能啊，所以我们一定是可以哦。当然时间多长了哦，从究竟来说是可以成就佛道。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信心，不管这个时间多长，那过程多辛苦。那所以，除了信三宝、佛的功德、身依法修行的解脱之外呢，就别立所谓的信真如法。第三节就是说要修什么行？那说修行啊，就分为所谓的正常方便行，那就可能对一般的人哦，一般想修学菩萨道的人而说了，那特胜的方便行就是可能，虽然这一章还是在讲这个所谓的修行信心分，还具这个申请对三宝乃至对真如法性的信心之外，那有一类的人可能连这个还要修这个所谓的六远波罗蜜哈，六种比较远的，不是真实波罗蜜而说的啊，从师门开始乃至最后的直观行，对有些人可能没办法，所以才有所谓的特生方便。那特生方便还是依着所谓的念佛，升起这个确信自己有能力可以行所谓的菩萨的正常道。那在修五门。第一种布施啊，布施就是我们常说的财施、法施，还有威施。那这，要行布施，要除了可以舍自己的悭贪，也要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不管是财施或法施，法施当然是要自己对这个法有了解，那才有办法随缘为众生解说了。那无畏施也是如此啊。那从自身而言，哈，持戒实际上就可以比较容易哈，因为我们跟其他众生啊，有时候你要帮助他，他或许不接受，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持戒的话，基本上这种所谓让众生离这个所谓生命、财产乃至眷属的这种部位，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也不会影响到他人。也就是说，有时候你跟他缘不好，你要帮助他，他可能或许不接受。那在戒门持戒部分，以十善为主。不过这边的十善中，生三种善行和口语善四种善行，基本上跟我们所知的相近。不过在离贪这边又比较讲的比较细，离除了贪己之外，还要离七障。那七障就是骗人，那骗人是要达到自己满足自己的目的，增长我们贪心，或者我们心有种种的手段呀，要总的来说还是要让自己受益，所以这个包含在所谓的离贪。
那离嗔还有离邪见，那邪见是比较错误的，那相对所谓的痴无明来说，它是比较出众的烦恼。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菩萨共戒，还有出家菩萨的不共戒，就是要先降服自身的烦恼，所以可能要某段时间也要住在这个所谓极静处，那少欲知足，乃至对佛所制的戒轻重等持，不要因为这个轻戒或者这个违犯是小罪，就没有所谓的防范心了。那另外这个佛所制的轻戒或小罪，除了跟本戒相关之外，有一部分是要维护或是防护当时候的社会人的观感，就是所谓的忌讳。那修行忍辱呢，主要是直接忍受他人的恼害，另外呢是对这个法一般说的八风啊，力衰毁誉嗔定这几种法，都要忍受哈，不要因为这样子别人说了，我们就改变的初衷，还是觉得修行很好之类的哈。那我们后面会讲到关于有一些模式啊，这个也是一种干扰了哈。所以在忍的时候，忍当然也是一种智慧的哈。不过这边比较偏的是一种忍受或者忍耐这方面讲。那在精进里面又分为两项哈，就是要修善行，勤修善行，那要勤对治恶行。所以呢，于诸善行心不懈退，所以不会得少为主，所以立志要坚强。那又观想到，我知道我们过去无始劫的生死轮回了啊，我们受了身心种种的苦，实际上对我们修行或者对我们要出世解脱都没有一点点的帮助。可是我们还是这样子多生累劫的努力，想获得好的饮食住处乃至将来投生好的地方，这些实际上都没有帮助了哈。所以，我们这么努力的付出心力，所获得的实际上没办法帮助我们解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在修行的过程，当然有些身心不适啊，尤其这个跟我们一般的习惯是不一样啊。比方，一般我们是坐，所以禅定中要盘腿，这个久了，会有酸痛嘛？这种感受，实际上好像是很辛苦。不过这样的辛苦是变得是有意义的啊，那是可以让心安定啊。所以呢，又回归到那个禅坐，当然不是只是在盘腿上，就是练腿的功夫了啊。可是这是一种让心比较有办法稳定，还是更帮助我们摄心跟所谓的所缘合一的这种方式，所以简单的说，在修行有种种的辛苦，我们应该要忍受。那这个对我们修善呢，心就不会退散、退失了，退失这个所谓的本来的立志。那除了修善要努力之外，对治种种的恶行啊，尤其我们无始劫所熏习的啊，这种不善行啊。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障碍，除了外在的所谓的邪魔鬼神，还有世间的种种事物，来影响我们之外，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自己过去所累积下来的，乃至今生不正思维所造成的，或是已经养成的一些习惯。所以，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啊，这些习惯反而会对我们来讲，对修善来讲是一种阻力。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先所谓的60礼拜诸佛，心生忏悔。心生忏悔一般的描述就像杯子里面有脏东西，我们要先把杯子洗干净，才有办法装新的水，或是干净的水，或者乃至饮料这些等等。所以呢，忏悔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话就是对别人说自己的过失，请他人原谅。那当然，大圣有一些古德写的一的经文，而写的所谓忏文，然后说有所谓的什么三昧水忏啊，莲花宝忏这些啊。那总的来说呢，自己心是要虔诚，生这个所谓悔改心，因为我或许我们今生
没有造作这个重大恶业啊，杀父杀母或者杀人，可是实际上过去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些种种障碍，就上面所列的，可能有他人的扰乱，世间的事工作很多了，没有时间修行，乃至要修行的时候就身体就不适啊，头痛啊，或是身体痛之类的，这些。实际上是跟我们过去有些关系，因此呢，我们就是要诚心忏悔，乃至要做劝请诸佛随喜诸佛，请佛转法轮，乃至将所说所学的功德回向所谓的圆满的菩提。那这样子常常修行，可以暂缓，或是先将我们的善法增长，那恶法先未成熟，那在修行的过程就更顺畅。更顺利。好，接着是第六个是观行，那主要的内容就是休止跟休观。那在休止里面，第一个先说，它是要修所谓的真如三昧，那又分为所谓的初修方便、求行成熟啊、见得成果。那我们上礼拜大概讲到所谓的初修方便、见行啊、求行成熟。好，接下来我等一下会从这个见得成果。好，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止跟观的定义啊，这边呢是对初学者说嘛。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修行信心分啊，是对这个还没有入这个所谓的发心住，或者还没有跟如来藏相应的，还没有得佛种性的这类的初学者而说。那所以呢，它有些偏重啊。当然，这不是导师说了，就是对止观门的内容上有一些偏重。所以他怎么说休止啊？止就是止一切境界，那休观是分别因缘生灭相，那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就是我们所知的一样。不过在后面解释会更明显，说为什么休止是随顺于圣意的啦，那休观反而是随顺于世间的。好，另外一个语词叫随顺这个词。那随顺，我们在之前新真如门那里有提到，在讲新真如的时候，会讲如实空跟如实不空。那既然这个新真如或是这种诸法的平等性，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那我们凡夫怎么可以随顺入所谓的真如门啊？那个地方的随顺，实际上就是用观这个心念啊，或是观这个境界啊。没有人念所念，人所说，这样的观察是顺于圣意，所以那边的观察，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导师，也有在讲义的从415页，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了，说讲观的时候，实际上本论的观也是随顺于真如的观察，是属于圣意观的啊。讲义从415页，或是课本的360页，等一下有两段文了啊。所以那边的随顺，实际上就是顺于圣意的观察，顺于观这个所谓念的无自性。那这边的随顺呢，实际上是讲止观双运的。所以刚开始是先修止，乃至在坐的时候修止，行住就是除了坐之外，平时就是修观。那另外的修观之后，又可以再修止。那慢慢的，一开始。个别修嘛，就修止或修观，那慢慢的止观可以兼杂，可以交叉了哈，交叉的修，乃至很熟练的时候，就这两个都同时有，所以这个叫随顺啊，等于说止观双运是随顺，跟我们前面讲新真如门那时候的随顺哦是不太一样的意思啊，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接着讲的就是直接说明所谓的怎么修习真如三昧。好，那初修方便就是有可以说是前方便。那这边就提到了啊，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所以导师那边又分为三，把它分为三类了啊。就前修定修止的前方便，就是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啊，远离热闹的地方，因为凡夫尤其是欲界众生的特色就是什么散乱。还有嗔心呢，所以呢，有时候太热闹，或者说我们真的要静下来修行，不想被打扰，外面太嘈杂，我们自己也会起嗔心的啊。
那对这个对禅修是有一些障碍，所以要先选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那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那心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止修禅定哈，就是不是为了所谓的名闻利养，不是为了得神通，所以要正意。那接着开始修的时候，是一开始都去除种种的相，所以它不依所谓的气息。哦，不依形色，不依空，哦，这六界了，哦，地水火风乃至见闻觉知，只要有种种的相生，哦，就随就去除这些相，乃至遣除这个能观的相。那因为呢，他的修法就是要观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无相，哦，所以念念不生，念念不灭。这边所谓的念念不生、念念不灭，是说明法的本质啊，不生不灭。可是我们在观的时候，实际上还有这个念会生啊。不过不管你升起怎样的念，就是用无相去指种种的念头，所以呢，它也不应该随心去外观境界，或者听到声音的哈，就去看听到底要听的仔细是什么声音啊。后以心处心啊，所以。大致上，唯心的修法，不管是唯识啊，或者本论这种修法，大致上就是先用能观的心遣这个净非真实嘛。那进一步的观察说，既然这个所观的净非真实，这个能观的心也应该是非真实啊，所以达到所谓的净也除心王了哈，或者。心跟境都除哦，这个状态，这时候实际上就是跟所谓的无相相应了。那心如果有善乱呢，就来安住在正念。那这边正念就是什么？当知唯心无碍境界。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观察，他实际上虽然说正念啊，实际上他是用这样子的观念去安止，或是遣除种种的境界，或是种种的心念哦。所以呢，用心遣外境，就可以知道这个心实际上也是无自性，念念不可得嘛。所以还是有这个两个次第上说。好，这样做的时候是与修无相嘛。那起的时候呢，这边下来又讲，去来静止有所思作的，只要我们有所活动了，于一切时常念方便啊，随顺观察。他这边的常念方便随顺观察，还是在观这个所谓的唯心呐，唯心无尽这样的正念，安住这样的正念，用这样的观念去专注，哦，让我们心收摄，就是不是在做的时候，就其他的平时日常的活动啊。好，接着是久习成熟，哦，就是慢慢的越来越熟练啊，心越善巧，那心就可以安住，那以心住。渐渐蒙力呢，哦，这心力越强，就可以随顺入所谓的真如三昧，那可以降伏出众的烦恼，那增长信心。那除了之外，有些可能是没办法，哦，就是下面所讲的，就是对这样的法有怀疑的，或是不信的，乃至诽谤的，或者过去的重罪业障现前，哦，所以它影响我们可以修止。那我慢懈怠，这些都是没办法入所谓真如三昧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休止啊。那我刚提到了，就是在讲义的416页，哦，就哦从应该说415页开始哦，那这两段文实际上在起信论的120页啊，这就讲说修观了啊。那因为前面是属于比较。至少是初住菩萨在修行啊，所以他可以直接观啊，就观什么呢？观这个心念的无自性啊。这边就提到，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嘛。所以佛法的修学者以本论来说，就观察心念的生住意面相，虚妄不实，没有这个真实的自体性啊，这个叫观无念，或是无念观啊。那这样观察是朝向佛智哦，就是可以最后可以得这个佛菩提哦。那这样的观实际上一样啊，只是哦
它的所缘不一样哈，都是观这个所谓的身住意念相是无自性，所以这边的观位实际上就是属于圣意观了。所以依这样子的妄心无自性的正观，一道深入可以达到究竟的佛智。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后面有看到，因为后面刚讲的哦，就是第五章这个部分在修观，只是观所谓的四念处了。那四念处是观它无常、苦、空、无我啊。那当然这样的观法也是有可能朝向于解脱。不过本论呢，是就这个部分呢，不能说就是在第五章这个部分，反而是供于世俗，而不是圣意的观。这边在课本120页这边所看到，实际上就是属于圣意观了。圣意观并不是说它是无漏智，而是说这样的观察是可以升起无漏智，等于说还是属于世俗有漏智哦。好，另外一段文是在277页哦，一样是课本的277页哦。这边要算是总结，为从这个生灭门入真如门哦。那怎么从生灭门，从凡夫修行得圣者？就是要观察，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啊，知道这个心是本质上是没有念啊，念就是让心妄动的烦恼了啊。那即随顺入真如门。那导师的解释，这段上面这两行是属于论的啊，导师的解释在下面啊，就是观察知道众生自心本来是无念啊，所以离念的心体就是达这个诸法的实性，那这样子就可以随顺入真如门啊。那意思就是知道这个外境啊，虚妄不实啊，所以就先用心来遣这个虚妄不实嘛，那就不会再认为这个所谓能观的念也是实有啊，所以达到了所谓妄念也不起。这样就遣除了妄心跟妄境，妄心妄境遣除之后，真心就现起，达到所谓的色心不二，当下与真如法身相应。那这意思就是说，这边的随顺就是观察，就是所谓的圣意观，跟我们在讲止的随顺、止观相应不太一样。另外的这边的观察是属于圣意，朝向圣意的观察，而不是只是呢供世俗或者供二圣的观察哦，这边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就看讲义的433。好，要讲的是见得深广啊，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初修方便久习成熟嘛，见得深广啊。好，那这边提到啊，复次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我先把它放大一下。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能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好，那这边是见得深广，就是已经从成熟慢慢的扩展，骗一切三昧的哈。好，看导师的解释的啊，那修学者依这样的真如三昧，就可以了知法界一相平等无差别。那修习真如三昧，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不依一切相而修嘛，所以成就的时候，这边成就还是无分别定哦。那导师在前面有提到，无分别定也有一种说法是无相定，那无相定，当然，它的境界虽然是比较高的禅定啊，无相定啊，导致空自探究有几种说法，就是呢，好像印象中了哈，这个可以再确定一下，印象中它是色界也有无相定，那无色界也有了，所以无相而得的定，实际上有不同的说法。那在《大毗婆沙论》，他所讲的无相，它是只有去除了十种相啊。那十种相就是五欲啊，色声香味触，还有除所谓的
贪嗔痴男女，所以总共三，他是说观无相，实际上是去除这十种相，就是他有两种修法啦，就是在菩萨或是经里面说怎么修无相，或者依无相得定的这个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直接观无相界，第二个是去除这十种相就达无相，跟这边本论上是乎是不太一样啊。那我在这边来说了哈，这路上面是不异切相而修，所以通达成就的时候，得这所谓的无分别定的时候了，是可以了知所谓的平等法界，就是一相无相的平等法界。那彻底的了知，这时候就可以了知一切诸佛法身与佛身啊，众生呢，跟佛法身是一样的啊，平等。无二啊，就是平等，真如法性嘛，那这时候又叫做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是真如三昧的别名啊。那在文殊般若经有，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啊。那除了文殊般若经之外，禅宗的六祖坛经有提到这一行三昧啊，那也等于楞伽经的攀援卢禅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注脚一下。好，在文殊般若经提到了是怎么描述呢？他描述这个所谓的一行三昧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嘛，就是缘法界啊，这个叫一行三昧。那修行的人呢，就可以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导师的解释呢，这就是呢缘真如成三昧，所以它是缘真如，所以心跟真如合一呀。成就定心一境性，心跟真如合在一起，所以才有办法知道所谓的佛身、众生身平等一切，或者这个能观的心呢、啊，实际上也是平等无差别。但是它并不是真的亲证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前面我们上次有提到了，依这个无分别得的定啊，实际上没办法去烦恼了，就是你定中可以体验。如同这个解脱的境界，可是初定呢，基本上烦恼是有可能就现的嘛。可是如果依着这种无分别观呢，它可以生无漏智，无漏智可以断烦恼，好，那最后可以就近断的。所以这边导师讲，它并非是亲证，这是三昧的深彻哦，就是深刻的体认的这个法性啊。如果依这样子进修。就可以广大骗到很多的无量的三昧了，所以呢，可以知道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就是核心啊。好，那三昧呢，称为定或者叫心，那也就是离分别的极净心体啊。导师这边用说离分别的极净心体，跟我们前面刚才所讲的修这个所谓的观无念啊。观无念，念不可得，去除这个念的分别，达到心体离念。心体离念就是真如，就是真如平等性。所以这边只是极静的心体，它并不是心恢复到本质不生不灭的状态。好，本论说一切三昧是以真如为本啊，这都还是在解释上面这个文啊，所以是以真如心为本啊。那因为真如本身就是极灭无系论嘛。所以所体验到的三昧，或者体验到的定呢，也是离分别的极境，所以它并不是真的去除了烦恼了，它只是暂时降伏在定中。那三昧的离分别，有时候是深，有时候是浅，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啦，就是它还是有深浅多少的差异性。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跟朝向于这个真如，所以真如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假设真的可以跟真如相应的真如三昧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切三昧的根本。好，另外的呢，就是说在大乘的不同的经论呢，它是倾向于真如跟三昧的统一啊。那这个跟我们这边一样哦。那导师这边的诠释啊，这边的真如跟三昧的统一是说，虽然修持以真如为所缘嘛，所以得了三昧就是真如三昧，可是修观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哦，所以它是两个是统一的哦。
那导师解释说，如人真人哦，依着这样的所谓的真如三昧，接着再修这个无分别观的话，就可能真的契啊，这边就是体会领悟的意思，领悟真如法性。那从真出假，从体真出假，这不真就真如心嘛？体还是这个真如的体？那起真如，用真如体而起它的妙用的时候，就可以不离这个无分别的真如智，引发后得智的无边甚德。哦，所以这边呢，实际上并不只指哦，并不单单是所谓的真如三昧，反而它还要进一步的修观了啊。等一下再看下面的注解哦。好，经中三昧的名字很多了哈，那依三昧的功德还有作用和案例不同的名称啊。不离真如的无边妙用，所以三昧就很多种名称啊。那在不断的进修中，不断的显发，慢慢的广大。因为我们这边讲的是属于初修啊，而且是偏重质的啊，所以跟这一段这两行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本论来说哈，它基本上所能生的还是无量三昧，它是没办法真的体证所谓的真如平等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啊。好，通达一向无相的法，平等法界啊，成就时就能通达。这个如果修止来说是，当然是将心安止在真如。可是如果修观，就我们刚提到的啊，实际上是可以体验或是达那个所谓的诸法平等性啊。所以在注脚的761啊，这个在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啊，刚我有提到了，所谓觉啊，就是心体离念了。所以离念相者，离这个念呢，哦，就只要心离念的话，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哈，在本论讲心跟念合一啊，有时候基本上就是有虚妄分别，可是心离念基本上恢复心的本质，那心的真实就是所谓的法界一相，那这个法界一相就是所谓如来平等法身，那一向法身说本觉，说众生本质觉悟了。或是本具如来的功德，它是依这个面相来说，因为心的真相自性清净不生不灭啊，那这样的自性清净不生不灭就是真如平等性啊。好，下面就是导师的解释了。所以觉性是本来如此，它是没有跟所谓一切的烦恼相应啊。只要我们可以去除念，达到心的本质啊，所以离念相的心体就是所谓的法界一相。那法界的一相或是不二相啊，无相啊，这几个词是一样啊。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平等法身。所以刚说在讲止的时候啊，虽然文说通达，实际上它并不是体验到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有程度上的分别啊，导师用了几个词，叫所谓一行三昧是楞伽经的攀援如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762，这不同的经或论的解释，所谓的一行三昧啊。那在大智度论卷47啊，注脚762，这边所讲的一行三昧是，它是常修什么？常一行毕竟空相应三昧啊，毕竟空相应，所以跟我们这边所谓真如三昧不依一切而修，哎，似乎也，哎，似乎是，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啊。啊，更无余行次第啊，没有其他的修行次第啊，如无常行中次有苦行嘛，啊。所以无常、苦、空、无我，大概会早期佛教会用这种方式啊，先观无常，无常所以故苦，苦所以是无我。可是，在观这个所一行三昧，他就用所谓毕竟空去观了哦，那跟毕竟空相应得的三昧啊，这个叫一行三昧啊。那在这个三昧的时候，菩萨是没有所谓的此岸彼岸的分别哦。啊，一般为什么有此岸跟彼岸的分别？就是入三昧的时候叫此岸，出的时候叫彼岸，或者出得刚开始得的时候叫此岸，
灭的时候的灭相啊，灭这个相的时候叫彼岸啊，这是一种说明啊。好，接着我们来看《楞伽经》，实际上有四种禅，一个叫渔夫所行禅啊，它包含了大圣菩萨之外的修行者，就声闻缘觉乃至其他的修行者啊，他是观人无我性而已，他没有观法了啊。好，那接着是所谓的观察圣意禅，就是刚我们会讲的哈，就是慢慢的观所谓的法无我。那攀缘如禅，就是要去除二无我。可是他去除二无我，实际上呢，他还没有真的体验实相啊。所以在我们那边说的一行三昧，实际上还不算体验实相啊，体验实相的禅叫如来禅。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举几个，第一个是刮胡五的净土一禅啊，所以简单的说，观察一禅就是观这个唯心所现嘛，所以法无我性。那攀缘如禅就观真如，离了我跟法的妄想啊。可是呢，这样的空无我性还在，那如来禅就是要离这样的空我性，体证这个实相啊。好，接着看，刮胡六，什么知道啊？这也蛮有意思的了啊。增长唯心系啊，虽然成立这个近似于神我的如来藏说啊，但在修学的过程中，佛早就开始的无我如来藏，无我之如来藏啊。那修行的次第呢，还是先外观啊，观这个外境非实有嘛。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观察异常，就是唯心所现的。那用这个心来潜进啊，接着呢，通达这个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而没有生这个妄想啊，这个叫攀缘如禅，就是可是呢，这时候呢，还没有真的体验到这个甚深境界啊。等到般若现前啊，所以攀缘如禅实际上还是属于世俗、共世俗的了哈。等到般若现前，就无漏智现前啊，才去除种种的分别，乃至对这个境跟心空的这种状态也要去除。我们如果以这个文来说，就是空无我性啊。它的概念还存在的话，也要去除这样的概念啊，就去除一切法无我，离一切妄想啊。那这样子的现观次第啊，跟唯识是一样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所提到的这个注脚的764啊。就是般若跟真如跟三昧的统一啊。那我举的这或许可以在我举的是刮胡一啊，一样是净土一禅啊。一行三昧这边是说般若跟念佛合一啊。那怎么修一行三昧？就要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啊。那除了这之外呢，还要以念佛为方便啊。那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从所谓的持名念佛，到这个所谓的实相念佛。那这样的念佛一行三昧与般若相应，是可以集成佛，集成佛啊。所以这边般若实际上就是观法界为性啊。这个跟我们起信论这边是有相关性啊。那简单的说了啊，就是说，本论呢，它的修止，等一下这个文呢、啊，实际上我们后面老师会再次的强调，就是说本论的修止，所以讲这个以真如为所缘啊，或安止在这个无相达这个真如上面。不过呢，在修观上，实际上如果配合前面所讲的啊，一样，它可一样是可以观这个所谓的诸法平等性，或是观这个念无自性。实际上就可以生这个所谓的无漏智，断尽一切烦恼了，体验这个无分别法性。可是呢，反而在后面修观那边并没有强调这一部分啊，所以呢，可见呢，本论应该说这个部分呢，在
修行信心分这个止观行的时候偏重于止，而且这样的止是随顺于圣意啊，随顺于圣意的了哈。好，接着呢，已经讲完的所谓修习真如上面，修习真如上面初修方便嘛啊，久习成熟，那见得生观就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你成熟了这样的真如上面，慢慢的。越来越纯熟，就可以遍通一切的无量三昧，就等于说可以升起无量三昧了。可是他强调的还是偏于所谓的无分别定，或者无分别止上座，他没有并没有依这样子而去朝观，也依着这样子去修所谓的无分别观啊。本论是应该说这个部分这个内容上是没有了，我们在后面也会再看到。好，接着就要讲说，哎，在修习止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好，第一个是呢，对治魔外惑乱哦。那我依着导师的解释，我把它分为两个，一个是 A 啊，就是自己容易可以觉知的哦，就是比较明显的啦哦。那第二类是易受他人惑乱的哦，就是说他可能不自己不是很清楚哦，不过。还是会受到影响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容易觉察到的是什么啊？文这边提到，或有众生无善根力啊，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哦。若于座中现行恐怖，或现端正男女等相，当念唯心，境界真灭啊，终不为恼。啊，所以他的方式呢，就是回归正念，正念就是什么？唯心无尽嘛，用这样的正念去去除刚所可能会升起的，不管是恐怖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好美境啊，就是美好的外境，升起这种贪婪心的哈。好，这边导师提到了，就研究经论啊教理呢，可以自己修学，可是要修习禅定呢，最好是依止老师或是善知识啊。那因为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升起种种境界，自己没办法觉察或者没有正知的话，就容易受到这些境界所迷惑干扰。那这边所提到的，为什么会升起这些外界的干扰啊？所谓的邪魔外道的干扰，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善根没有强而有力啊，就是无善根力啊。那无善根力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善根薄弱，过去没有修集啊，种种的善法，那或者是过去所修行所积聚的恶业比较多，或者动机不纯正，或者持戒不清净啊。那戒行不清净，在注脚767呀，这个我们在前面有看过了啊，就是说这边举的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不管是魔止观，或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都有提到了啊，就是要修定没办法成就哦，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忏悔嘛，忏悔之后呢，要坚持戒法哦，这时候才可以清净戒，可以修习禅定啊，在注脚767，我们前面有看过。那动机不纯正也刚刚有提到了，在讲义的423那边哈，就是在修定的前方边有三个嘛啊，第一个就是要极静处，第二个就是端正，第三个就是要意念要纯正意念的哈。好，这些都可以总的来说叫善根无力的哈，就是有可能这几个情况啊。好。那因为善根力薄弱了哈，所以呢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外界有可能是什么？诸魔，有可能魔王或者魔眷属；外道呢，就是其他宗教的老师啊，他可能用修行者哦，他可能用咒力啊哦来欺骗诱惑，或者是鬼神哦。不过这边有一个词叫堆场鬼哦，堆场鬼这个词我实际上我没有找到。几乎是没有了哈，我也不知道，不确定为什么要特别。导师或许是看到这个注脚，如这个768的刮胡一啦哈，因为这个词至少在大正藏啊，就西贝塔上是没有其他的经论有引导啊。
那鬼当然有很多种了哈，就我们常说这个，天龙八部哦，这实际上有很多，等一下看一下了啊。那这几种，不管是魔、外道、鬼神哦，它的祸乱方式主要是软的诱惑，或是用硬逼的哈。等一下就会看到哦。那软诱呢，就是让我们迷失心智啊。或者迷失我们的道义，那硬逼呢，就会让我们升起害怕。好，在注脚，先看一下注脚768这边。刚有提到这个所谓第一个是唐况所传的这个《大圣起心论略述》，只有他有出现所谓的堆场鬼，可是不确定了哈。就算总来说就是鬼去了哈。那我们刚刚提到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实际上是第四天嘛，哈，还有四天王天。那第四天王天所统摄的，或者他所管辖的，有八类的，所谓鬼神啊。基本上，这几个天夜啊，龙夜叉、钱达婆这些，导致说这个都算是低级的天神，然后低级的天神也算是高级的鬼跟畜生了啊，所以都包含在里面。虽然在台湾的信仰上，大概神是啊，就是护法，应该说一般的民间信仰这种神啊，神有时候感觉上在天上，实际上不见得了。尤其这个四天王天、刀立天，这个比较属于地居天，就靠近我们人间的这种天，基本上它是有福报，不过烦恼也相对的重啊，像那个。阿修罗也是如此嘛？好，接着我们看回本文了就是什么叫软诱，什么叫硬逼呢？硬逼呢，就是现种种让人家害怕的让修行者害怕，可能受不了，可能就会精神失常就像世尊降魔，魔王以这个魔君刀枪来危害来逼迫了。他实际上也没有真的伤害，可是就让我们现起这个恐怖的心。另外是现这个端正的男女等相，让我们修行者升起这个贪欲心，这个就属于所谓的软诱了。好，那本论的对治这些魔事的方法，基本上就观什么一切法空不可得。那这些，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他不依神样的相来修所以它是观一切相都是空不可得这样是破魔式的根本方法。刚刚说的是一般的大乘佛法了，那本论来说呢，就是呢念这个唯心就是将我们的观念，就用这个所谓的正念去降伏一切的境界就唯心无尽嘛，那。不管是看到可怕的、可爱的境界呢，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唯心无尽来遣除它。那这时候，如果心力越来越强，就不会受它干扰。那唯心无尽所讲的，就是呢，一切境界都是由心所升起所以呢，唯心所现，那这个尽是非实在。那虽然它有这些种种境界实际上都不会影响这个修行者，这个是自己可以觉察到的那接着是讲，是说自己可能不容易觉察到了这些内容有蛮多的或现天相、菩萨相、亦作如来相，相好具足，或说陀罗尼，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愿亲、无怨、无亲。无因无果，毕竟空寂，是真涅槃。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亦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辩才外，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又令使人所嗔所喜，心无常准，或多慈爱，多睡多病，其心懈怠，或猝这边猝起精进就突然后便休废突然间很精进可是没有多久又暂停了，又不想努力修行了，
生于不幸，多疑多虑，或者本圣行更修杂业，若着世事种种前程，一人使人得诸生昧，少分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生昧。或复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7日，住于定中，得自然香美饮食，身心四悦，不饥不渴，使人爱着，或令人食无分，应该这个念分际啊，就是没有分寸。乍多乍少，也是一下子多一下子少哦。颜色变异啊，就是外在的哦，这种脸色啊，一下子变得很红润，一下子变得很苍白啊。疑是异故，行者常因智慧观察。那这边的智慧观察就是正念的啊，勿令此心堕于邪妄，当勤正念，不取不着，则能远离诸业障啊，是诸业障。我刚所提到的模式是比较容易了知的，那下面的模式是会让受到他人，哦，让因为他会显现这些境界，让我们觉得，哎，好像我们很有修行，或者是，哎，可以很长时间都不吃嘛，哦，那导师这边说有四对八四，哦，那我就是依着导师的说法而去安利我的科判，哦，所以第一种是所谓的现行说法，那可能。显现哦，这边所提到的天人的样子、菩萨的样子，或是佛的样子哈。好，第二类是得通其变，那得神通哦，他神通出有这边所讲的哈。好，辩才无碍啊，那辩才无碍为什么是一种问题啊？等一下再来看啊。好，第三类啊，就是起惑造业哈。第四类呢，得定乱食哦，就吃哦，没有很注意，或是可以吃好吃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439。我这边刚有提到的现行说法，所以它可能是现这个时候相好庄严的哈。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佛菩萨，就会觉得哎，既然佛菩萨都来关照我们哦，似乎我们真的是修行得很好哦。这时候有时候。实际上，我们看佛，真的不管是在梦中或者是定中了哈，那定也要看你是你修的是什么定。如果你是观佛像啊，佛像现前，那佛陀上面还有可能。可是如果你修安般佛现前，这时候实际上似乎你已经不在你的所缘上了哈，或者现父母、菩萨，甚至是这些等等哦。那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修习真如三昧，它是不一切而修嘛，所以这些形象就算是真的生现在我们面前哦，它也决定是啊，必然是这个邪魔的乍现啊，就是装出来的样子的哈。它除了现身之外，它还会说法呢，它可能跟修行者啊，这边还能。位啊，这个叫位啊，因为你这个中文字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是我，有时候位，这个这边是位啊，就替或者向这个修行者说什么法，说陀罗尼啊，不思持戒这些字，这是算六度嘛啊，那平等空无相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啊，陀罗尼就总持了啊，在注脚770就有提到总持呢，主要是像自论啊所提到就是能。持啊，持业善法，就像这个完好的器皿可以盛水，水不会漏掉啊。那能遮就是让恶法不生啊。那导师像在瓜佛二有提到这个陀罗尼，它的字根跟法这个达玛这个 dream 这个字根是同样来，所以陀罗尼也有持而不施的意思，就是从语词上来说明它本身就有持而不施的意思啊。那观复三这边所讲的就是总持，虽然叫意识叫总持，可是包含两个意思，就我们刚提到的有持跟遮，哦，能摄持一切功德，能遮障一切的罪恶，哦，这是陀罗尼的意思啊。那这边回到本文这边了啊，就是这些佛菩萨也可能会为修行者说啊，种种陀罗尼啊。那除了说这些咒语之外呢，也有说所谓的六波罗蜜多啊。那
所说的六度啊，实际上是取相的啊，所以是属于相是修。取相就是它不会去观空了啊。六度为什么叫度？主要是前五个都要跟般若相应嘛。那般若就是智慧，就是观空了啊。好，也说到所谓的平等啊，是真涅槃啊。可是他这边所讲的这些所谓空无相无愿哦，这些实际上呢，他并不是从这个所谓的缘起哦，世俗有或者缘起的生灭意去通达这个空啊，通达不生不灭的生意啊。所以呢，他虽然说这些空无相无愿啊，这些实际上没有讲的这个缘起的甚深，缘起甚深的地方就是空无自性这个部分。所以依着这样的教法，有可能堕二生或者堕所谓的断灭，空就没有，波无因果嘛。所以他们才说无因无果，毕竟空寂，真是涅槃。虽然这个语词都是实义哈、真义的哈，或是诸法实相，不过所阐释出来的，让修习者不会去体达通达这个空了哈。好，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待会再继续啊。